下来的话，我既是主持人，也是演讲嘉宾了。之前的演讲者都已经讲了自己在这个在不同的公司 HBase 的一个应用，但他们的话应用主要都是对于人或者客户这样的一个应用范围。那接下来的话，我想讲的是，我们 HBase 的应用不是对人，而是对机器，也就是对物体的一个应用。那我主讲的题目就是，HBase 在新能源汽车监控系统当中的一个应用。My presentation is the application of HBase in new energy 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 I'm sorry that I cannot use English to make my presentation. So, 那我对于外国友人要说一声抱歉，就是我不能用英文来进行我的一个演讲，因为我本身英文的水平也是有限。那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讲今天的一个主题。那整个一个我今天想讲的内容的话，主要是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那我们想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一个背景，以及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以及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做出的一些决策。那随后的话，我们会给出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分析以后给出的一个我们系统的一个架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HBase。 那我们在 HBase 当中使用 HBase 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随后的话，我们会介绍我们和阿里云怎么样来实现数据的一个备份。那最后我们总结，以及我们未来希望要做的一些事情。那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background。 那我们的，刚才我有说过，我们的系统不是对人进行服务，而更多是对物体、对车辆进行服务。那所以说，我们初期得到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的客户，他需要有10万辆车进行监控。那这个客户的话，就是我们国内比较大的一个汽车厂商东风汽车股份他们的一个车辆。他现在是最低要求是10万台车，但是后期的话，他会把这个车辆的数量可能会扩到70万辆甚至上100万辆。好，这是一个点。另外的话，那正常情况下一个车会发送2个包，原始的一个报文包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上，而当这个车辆发生报警的话，它就会每2钟发一个包发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那所以说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并发，而且对数据存储也会要求也很高。那我主要从2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 data space，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空间。那原始数据的话是已经就是一个包车辆传过来的原始数据，一般来说是在1KB 正常情况。如果大的话，有可能是几 KB。那我们解析完一个包，它的一个数据量是在7KB。那我们经过计算的话，会得出，那每一个车它每天大约会产生20兆的一个数据，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每天有2TB 的数据是需要存储的，而且这2TB 总共是有接近3亿行的一个数据是要写到我们的 database 当中。OK， 那这是刚才是说的是数据存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并发。那整个并发的话，是我们会有3300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并发量。这是根据我们车辆的一个数量算的，这个是只是平均情况下，如果有报警会更高。那因为每一个车都要连进到我们的系统当中，所以说它是有100个持续的一个长连接。那3.3兆的原始数据是需要每秒钟被处理的，而且并且这些解析出来的23.1兆的数据是每秒钟要存到这个数据库当中。那 OK， 基于这些就是需求或者一个背景，我当时脑海当中构想的一个很初级的一个方案，就是首先我们的网关接住，就是由嵌入式设备发过来的信息，然后放到消息堆里面，然后再由我们的这个流式计算好，然后放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然后我们这边会有相应的 web 的一个开发人员写好它的对应的接口，然后提取数据交换给这个用户用来进行查询。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方案。 OK， 从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当时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的团队，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项目还是蛮有挑战的。那首先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
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团队，啊，可能大家所在的公司都是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样的一个团队进行支撑所有的业务，但是我们可能也就只有十来人甚至几个人可以用，那所以说怎么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另外的话，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源和资金都是有限，的，并且的话整个项目也是会非常的赶。那我们遇到问题是我们要做一个很复杂的项目，我们怎么样做系统的集成，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如何去处理这些数据也是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因为做了一个语法，那甲方可能他们对自己的需求也并不是太了解，也是这个需求会很模糊。那基于刚才这些挑战，我们的话会用我们自己的一些选择或者决策来满足这些挑战。那首先我们会从语言开发语言、标签队列选择、数据选择以及我们怎么样开发和怎么样部署和维护来进行分析。那语言的话有很多种选择啊，有 C++、Java、Python、Golang。啊 ，C++ 的话性能肯定很强，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会，而且也比较难以进行编程。Java 当然，因为 Java 是 HBase 就是用 Java 写的，它提供有非常原生的那个 API，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选项。啊 ，Python 的话，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选择，但我们最后是选择用纯 Python 来构建我们的系统，因为我们的团队比较小，而且我们团队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用 Python 语言来进行，基础的一些组件的构建。那消息队列的话，我们之前有用过很多 Redis 啊、Xamarin 啊、WebMQ 啊、Kafka 都用过。那后来我们之前做的一个系统是之前用的是 Xamarin， 但是发现它当中有很多其他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性能啊或者它的一个数据完整性的一个问题，后来我们就选用了用 Kafka。 那这个因为时间今天是主要是讲 HBase 方面的嘛，所以说这里就大概讲一下我们最后是选用的是 Kafka 的一个方案。那数据库的话，其实我们以前用的是 MongoDB， 但 MongoDB 的话对我们来说已经有一点难以维护了，它的那个副本集和它的那个分片的话，对我们来说，它扩容起来会很麻烦。那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就选了两个数据库，一个是 MySQL， 一个是 HBase。那 MySQL 的话，我们主要是用来存储一些用户的一些静态数据。那这些静态数据的话，因为我们是使用的 Django 的这个 Web 框架嘛，它有成熟的 ORM 可以使用，所以说对我们来说，编程难度就小了很多。用 HBase 的主要考量就是，它能够支持非常高的行路，而且能够支持 PD 级别的数据，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选用了 HBase 和 MySQL。 那对于整个一个服务系统架构构建的话，我们是选用了当时有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用单片式的一个服务，另外一种是用微服务的方式。那基于这个项目很初期，而且它的需求很模糊，那我们是不可能直接就来什么都上一个微服务，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说我们最后选择的就是用单片式的这个服务来加快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进度。那我们的开发过程的话，从最开始我们是相当于所有的人共用一套基础设施，那由一个人去负责在这个服务器上把所有的基础，比如说 MySQL 啊、Redis 啊、HBase 全部搭好，然后开发连到这个数据库当中，连到这个中央的这个服务器进行开发，然后测试也是连到中央服务器进行开发。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一旦我的中央服务器发生某些状况挂掉，那完了，所有人都罢工了。那这样的话，对我们项目进度来说，就完全就很，我们就只有几天。那所以说后来的话，我强制的要求了我的团队每个人必须要把 Docker 给学好。把 Docker 学好的话，就让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站当中，把所有的基础环境全部搭好。那全部搭好的话 ，OK。那每个人就直接在自己的机器上开发，那我们所有的代码推到 GitHub 上，然后由项目负责人把代码合进来，然后到一个专门的测试服务器上部署好，交给测试。这样可以发现，其实不管是谁的机器挂了，对其他人来说都没有影响，这样就不会影响开发进度。那我们的部署和维护的话，我们因为小团队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 Cloud， 另外一种是用我们自己的本地机房。那自己本地机房的话，我们只是用来进行测试，不会用来进行生产的一个应用。那后来我们实际上是选择了和阿里云进行合作，那我们使用的是阿里云提供的这些
应用。那我们选用云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第一，我们不需要去支出太多的人力成本。另外的话，阿里云或者是云服务厂商也能提供很专业的一个运维的一些服务。那现在其实比较火的，实际上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以前部署哈，也是虽然是用云，但是我们的部署主要还是用 Ansible 或者 Fabric 这种方式去手写脚本，然后把所有的应用放到云上去跑。那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我的服务一旦发生变化，那 OK 我这样搞起来会非常的头疼。以前我们遇到过发一次版本可能要搞两三天甚至一周，那这样我们不想这么痛，所以说我们是用了 Kubernetes 的一个容器编排技术，把所有的服务打到这个集群当中。那这个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们主要是讲 HBase， 但我们也有思考把 HBase 放到 Kubernetes 当中来进行把它 run 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存储和计算的一个分离啊。因为我们当然是体量比较小，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希望以后在座的各位能够跟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或者我们一起去搞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那这些的话，我们的一些基础组件就全部是依赖云，我们就进行了免维护，就免去了维护的这个工作。啊，现在我们说一说，总结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项目上的问题。那首先就是，我们每一个开发者都是独立的使用了自己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使用了 Kubernetes。这样一个容器编排技术来部署我们的一个系统，那而且我们因为团队小，所以说直接就使用了 Python 的这种纯 Python 的这种编码方式。另外的话，因为考虑到需求的模糊，所以说我们直接在做项目的时候就把基础的组件给打好，以后的话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再上。那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框架的话，是我们是分成四层来考虑。那第一层的话是一个接入层。就是这个所谓接入层，就是接住我们硬件设备，比如说车辆的一些传感器发过来的数据。然后还有一个消息队列层，那我们现在是选用的卡夫卡，那不知道以后卡夫卡能不能撑住很大量的一个数据，这个至少现在是能撑住我们的一个数据。那第三层的话，我们是我们的一些解析，还有控制的一些组件，发生在第三层。然后应用层的话，就是把这些解析好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处理聚合，提供给外部的第三方，或者是提供给我们的相关的业务人员使用。那整个系统的架构是这样，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角色，第一个是我们的硬件设备 T-box， 就是在车辆当中的；第二个是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业务人员，他们分别是走不同的接口接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那硬件设备的话，它通过负载均衡器连到了我们的网关。那网关的话，其实因为它需要维护长连接，并且它的性能要很高，所以说它只做了简单的处理就扔到了这个卡夫卡消息队列里面。然后扔到卡夫卡消息队列里面的话，这里面有很多个流式计算的这些服务器去取这里面的消息，把它解析好以后，我们会直接存到这个 HBase 里面。那同时存好了以后的话，我们是 Web 这边就可以直接访问 HBase 的数据，然后交给用户进行使用。同时我有，这是我们规划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数据全部拿来放在一个怎么说，分析集群当中，或者一个备份的一个集群当中，把这些数据备份起来，然后以后会方便我们去做一些，实际上做一些数据分析。那这里也不说什么人工智能了，因为其实虽然我本人是学人工智能出身的，但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现在炒得有点火，什么东西都沾智能不是太好。最终其实我们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要只是吹一个什么概念。好，然后数据的话拿到以后，直接交由 Web 开发者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再交给第三方或者我们的数据。OK， 整个系统架构是这样。那我们的系统的维护的话，刚才也有说到，就用 Kubernetes CI/CD， 那这个都是用一般和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Jenkins 啊这些东西把它用起来。那这里面比较关键的就是数据的一些备份。那因为我们团队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想去太操心整个一个数据的备份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是用云直接就替代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工作。那因为这今天的主题还是要说一下 HBase，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HBase 呢？那第一个我们非常看重的就是它的非常非常高的持续的一个协助的一个能力。
这个我们当时做的话，完全 HBase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那而且它对比较简单的一些查询的话，是能够非常快的进行响应。而且的话，它相比于 MongoDB 或者 MySQL 这种数据库，它的伸缩是非常的方便。那另外的话，虽然它 HBase 现阶段还没有提供 SQL 的一个支持，让没有一个 Phoenix 这种组件来提供一个 SQL 的支持。那另外的话，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是因为阿里云这边其实已经能够帮我们提供 HBase 的一些 SaaS 化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不用去管这个 HBase 集群的事情，我们直接就拿来用就 OK 了。所以说，基于这几点的考虑，我们就最终选择的是用 HBase 来构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存储系统。那当然，我们选用了 HBase， 又选用了 Python， 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因为HBase 是用 Java 语言写的，它原生就提供了 Java 的 API， 而我们用 Python 的话没办法，就只有走中间的一种方式，就使用了这个 Swift 这种方式来连接。那直接用 Swift 也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程序员全是 Python 的程序员，他们会觉得 Swift 写起来有点很麻烦。那后来我们是找了是用 HappyBase 这种方式，它提供了更加 Python 的一个操作方式来提供给我们，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也好写了一些。啊，另外的话，因为有一些可能比较复杂的一些查询，我们就直接用的是那个 Phoenix 进行 SQL 语言语句的一个查询。那这样的话就连接到了这个从 Python 连接到了这个 HBase 当中。那在使用 HBase 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那因为我们之前用过关系型数据库用惯了，那对于像这种非关系型数据库，那我们可能以前没有注意过很多地方，那所以说。在设计 ROOKY 的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那个设备 ID 加一是作为前缀，再加上时间戳，然后还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两种方案都已经做了，但是具体选择哪一种，我们会根据业务场景来选择。因为如果用设备 ID 来做的话，这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某客户他生产出来一批车，某一个型号大面积的出问题，那 OK。这里面这一个型号它的 prefix 其实前面是一样的，那在某一个 region 上面就会出现负载很高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也会考虑把它的这个 device ID 进行一个哈希的一个分布，把它打散到每个 region 上面去。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这样，应该是可以降低每个 region 的一个负载，但是这样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事情，就是查询上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二级索引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解决的话主要还是用 Phoenix 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去插数据的时候手动的把索引给建进去，但是这样的话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一个事物原则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也当然是希望 HBase 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那我也会持续关注这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一个表结构设计这边也很关键，因为我们之前我之前就是像我们下面的那个数据库开发的一个工程师，他之前就会按照用 MySQL 的这种数据库建表的方式来建这个 HBase， 那这样是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样是极度不合理的。那所以说我们后来的话有做很多的一个操作，包括我们基本上就只用一个字母来代表一个列名，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字典进行一个匹配。那另外的话在设计这个数据库的时候，我们设计这个表的时候应该说就充分考虑到，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们这个业务的一个需求。那比方说一个车辆是吧，它其实是每天会产生很多的一个数据。最我举个例子啊，一个车辆它每天会产生它跑了多少里程，那如果说我们把在 HBase 当中每天存它跑多少里程，它会有这样一个需求，说我要统计从2018年1月到2018年6月总共有多少车，某一台车总共跑了多少公里，那这样 OK 就好，那我每天的数据都会去把它放进当中，然后做聚合计算，那这样的话对 HBase 来说是不好的。所以说后来我们直接舍弃掉了前面那种设计方案，而是把这个车当前总共的里程记到当天，那这样的话不管是它计算多长的一个时间段的数据，我只需要读取两条做一个差分就搞定。那当然我们系统因为就比如说业务方的话，他可能希望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查询，但是这样的查询的话它的速度会很慢，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把
它 HBase 里面的一些数据预先给它用批处理或者用 Spark 的这种方式把它跑好，结果放在 HDFS 或者是 MySQL 当中，当然起点也是一种方式，这个也是可以向大家请教的一些东西。啊，整个一个集群的话，我们之前HBase 集群是这样的，就是这里面大家看到的是 Docker 的标志，是代表我们的应用，它应用的话实际上是连到了，之前是连到一个 Swift 的一个负载计算器和一个 Query Server 上面来连进我的这个 HBase 的集群当中。这样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旦我的负载计算器我的 Query Server 挂掉 OK， 那我的应用也紧接着就没办法为外部提供服务了。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就使用 Kubernetes 里面它的一个技术 Support 的一个技术，把所有的应用和这些中间件直接放到一个 pod 里面，然后由这个 pod 负责连进到 HBase 当中。这样的话即使某一个 pod 挂掉，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一个运行。啊，我们的数据备份是要考虑的，这里面我们要考虑几个点，就是之前那个华为的同学他们说因为时间序列数据库嘛，它的数据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递增而慢慢的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比较特殊，它所有的数据都有很高的价值，因为这个数据直接就是钱，这些数据是要拿到国家那里去申报国家的补贴，所以说数据是不能丢的。这样就造成很麻烦的一个问题，这么大量的数据我们存储起来成本太高了，刚才两 TB 每天，那如果是300天直接就是600 TB， 这还是10万台车，如果说以后的车辆更多，那直接就是多少 PB 了，那这么多的数据可能业务方会觉得哎，我就拿了这么点补贴你就给我消耗过这么多钱，所以这里面整个一个备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那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和阿里云有合作，阿里云为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那就是从 HBase 要把数据放到另外一个 HBase 当中，这一个是主 HBase， 这一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备份的 HBase， 那这个是一个增量的一个备份，这个是由阿里云要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服务。好，然后这是放这数据，这是放等一点的数据，那如果说更久远的一些数据我们是不希望把它丢掉的，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的原始数据给踢出来，然后放到 HDFS 当中专门进行维护，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它进行压缩的话，这样我们也会比较放心。OK， 那这样的话好处就是我既可以保证我的性能的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的数据能够比较完整的存储，能够拿到国家的补贴，说白了其实都是钱。啊，这是我们系统当中打出来的一些数据，那因为受限于某些就是隐私啊或者方面的一些要求嘛，这里面就只能给大家看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 sample。这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它每过一段时间，这里比如说这里我们测试的时候是每隔两秒会发一条数据，它这里面有整车电池啊这些数据，电池数据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为但是考虑到一些隐私的一些问题，这里面就电给大家展示。那这里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原始数据，那基本上每一条数据的原始数据都是这样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码，那我们也会把它存储下来。那这里面的话有一个轨迹的一些数据，那因为有些隐私考虑，我直接就把地图给忽略掉，大家看一下线就可以了。啊，这个的话是我们当时相当于系统刚刚搭建好，然后在阿里云上做的一个压力测试。啊，当时我们设定的一个并发量是5000，那5000的并发量的话，就相当于是150000台车同时在跑。那当时是没有开启压缩的，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开压缩的话，这个数据量增长是非常吓人的。一不小心就增长到5-6TB的样子。那我们当然在使用其实 HBase 的过程当中也遇到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复杂查询，由 HBase 本原生的 API 提供的复杂查询会非常的慢，因为我们需要做很多次的 scan 的操作。那另外的话，即使我们用到了 Phoenix 这个工具以后，它如果说要加速它的一个查询，它需要创建非常多的一个索引，那创建索引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如果说我们是在直接在 HBase 当中创索引的话，对 HBase 的性能影响也比较大。其实刚才说的是 Phoenix 它虽然说能够提供
就是比较快的一个产品，在创建创业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可能预知用户他有什么需求。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分子那边没有索引，那他的查询还是会非常慢，而且整个会拖累我们的集群，影响到整个线上的一个系统。那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思考，也希望是今天上午也听到了 HBase 的各位贡献者和开发者，他们提出说哎会原生支持 SQL， 那当然我也是很期待这一部分的一个提供给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试用一下，如果好的话我们会直接就用的。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 Phoenix 的话要用 Python 去连的话也是需要 Query Server， 但这个 Query Server 非常不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挂了很多次，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OK， 那总结一下今天我的演讲，那主要的话我首先介绍了一下我们新能源汽车监控系统的一个背景，以及我们为了要解决由于新能源汽车给我们团队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一些决策，以及为什么我们会使用 HBase 作为我们的主要的数据库啊，然后讲了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部署和维护我们的系统啊，最后的话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 HBase 在我们团队或者在我们系统当中的一个实践的情况。当然我们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那可能有些坑还没有踩，有些经验还不足啊，也以后也希望向大家多多请教。那在未来的话，我想我们会做这样一些事情。那首先我们会重启一些比较高性能的一些组件，比如说我们的流式计算。流式计算其实我们并没有用 Spark 这个方式来进行计算，我们直接就是自己写的组件，因为 Spark 的话它不能够满足我们那个非常强的实时性要求，但是我们用 Python 去写的话它又会存在说它多线程的一个问题。那之前我考虑用多进程进行编写，但是多进程之间它数据之间的交互反而它的性能还不如多线程，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会考虑用 GoLang 来重写。那我们在业务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会把单体式的服务拆分成微服务这种方式。那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的数据的一个分析，这里面我也不想谈什么人工智能啊这些，我们主要会做一些智能的一些，相当于做一些故障诊断。比如说这些车，大家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车跑着跑着在路上前几秒还没事，突然之间就挂掉了，这个肯定很闹心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是在这个车出故障之前就提前向我们的客户说，哎，你这个车可能要出问题，请进行检修。那这个是我们以后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用户带来的一个价值，那以及我们数据的一些压缩啊。然后当然我们现在也比较关注 OpenTSDB 像这种时间序列的数据库啊。后来如果说 OpenTSDB 用的比较好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使用另外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因为 HBase 它现在的一个复杂查询会比较麻烦，那可能我会考虑分一部分的一些报警的一些数据放到我们的 Elasticsearch 当中，方便我们进行查询。那 OK， 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啊，欢迎大家提问。哎，你好。哈希库的冲突问题这个的话我们之前相当于是我们的车的数量只有十万台，那我们把这个哈希的一个长度嘛设定到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适中的一个位置，我们就是这样来解决。但如果说它一旦有哈希冲撞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后期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您这个问题问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时间区应该是你这些放的那个设备的设备对吧，对万一它这个设备是一个同一个时间说它是这样，这个设备的话，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因为设备当中它已经规定好了，这个设备它不能发这种数据，即使它发过来同一条时间戳，我们是以第一条时间戳作为唯一认证的，它最短的时间是在它不能重复，就是0.1秒的时间是设定的。OK，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OK， Do you have another questions？Were you able to put HBase into Docker? Yes, we do. We have do some example or do some exam to deploy the HBase in Docker. Yeah.
For example, we deploy the container as a compute engine. Then we create a value to in another host that holds the data. So HBase could read the data from the NFS, GlusterFS, or another file system. So the compute and the data storage are spared. So that's the user. But now we do not use the Kubernetes to deploy our database or another basic component because we don't hav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 Kubernetes could hold all the basic components very well. So we choose the R-Cloud to deploy our basic component. We just deploy the application component on Kubernetes because application component that is okay because our application component once done, it will restart. So that's no matter. But basic component once done, then the whole system will crash. That's why. Thank you.还有其他问题吗？好，OK，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 HBase Conference Asia 2018 Product 的一个演讲的一个过程就已经结束了。那希望大家就在今天能够有所收获，同时的话，大家也可以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包括我会向各位大神进行请教。所以说，就先这样。 然后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晚上回去可以多陪陪自己的朋友。好，谢谢大家。还有一个 closing， 然后就跟 Stack 跟大家一起，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交流的话，可以去那边再听一下，好吗？
需要，对，需要麻烦您帮我一件事啊，您到时候把我这一根网线收一下，就这一根网线，其他的。